哎，各位好，Flybear 灰熊，这是我们第一节来画这个张风景的照片。啊，我设定了一个15分钟，然后每一节分为15分钟，所以这是应该是第一节。大概沉浸了半年啊，就是所谓的闭关了。那这个闭关的过程呢？好，现在就是有报时了哈，所以每15分钟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影片呢再暂停一下，啊，目的呢就是在传上 YouTube 的时候，它的速度会快一点。好，各位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色彩呢，其实我也在慢慢的恢复到 warm up 的这种阶段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每次运动啊，我们都需要一个暖身，这些暖身呢就会协助我们去恢复。肌肉啊，这样的一个记忆啊，那如果呢没有，那么就很容易受伤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在画画的时候也一样的，你需要去把一些细节啊再找回来。这些细节包括什么？包括我现在挤颜料的位置，我几乎都已经淡忘了啊。那在去年呢，几乎是非常容易的啊，就是。眼睛闭着都晓得什么颜料要挤哪里，啊，这也是一个 warm up 的一个过程。那至于我也还不晓得这种所谓的闭关啊，或者我们叫做情境的转换，啊，时间这样够不够长？啊，有些人是说像，因为我们看到以前的是古代的小说啦或者影片啊，闭关要3年5年。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闭关呢，是不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大脑里面呢，把以前所了解的观念或者方式或者程序呢，把它忘掉？也许不能，也许可以啊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什么样的效果能够产生出来？之前我常常说，努力啊。未必比选择来得重要啊！就说如果埋头努力的一直滑下去，无限制的产量，然后呢，它所产生的效果呢，就是才会产生在画布上。所以自己呢，能够从画布上了解到自己是否用对了方法啊，很多时候呢，是错误的方法一直使用，而让自己呢一直陷于错误的一个方式。所练习出来的结果呢，当然，他就会离开原来的道路越来越远。那怎么会知道呢？如果每一张画或者作品，你都可以把它贴在你的墙壁上，就像你们各位看到的，有很多你只是不用框啊，你把胶带折好，然后就把它贴在你橱柜上啊或墙壁上，你可以做一个比较。那比较你最近的作品呢，是不是停滞在那里不动，或者呢是某些比较以后呢，你发现了某些位置呢，你根本就非常不喜欢，甚至你要把它挂在墙壁上的这个机会啊都变减少，那这就表示呢，你已经对你的作品的满意度也下降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考虑所谓的情境的转换。各位，如果在平常出门的时候，你要去上班也好啦，学校也好，一定都会走同一条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习惯。因为每一个转弯，都你经过了比较。那日积月累以后呢，你就不太会改变了。画画也一样，我日积月累的习惯呢，会常常产生为了。某种原因，当下的某种原因，然后呢，我改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模式对我后面的发展是不是把它限制住，所以我有的方式呢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静置，把它全都忘掉。当然了，我们人类说要把全
把这个以前的记忆也全都忘掉，其实是不太可能，但是会这样子。这么说，就比较重要的东西呢，它还会留在你的本能里面。就好比你，有一段时间都没用到筷子，那两年三年后呢，你还是会用筷子啊，不会因为这两三年呢，的变化，使你的筷子你不会使用的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完成我的第一个步骤了啊，就是把颜料挤好了，哎，三个蓝，三个黄，三个红色，一个 terephthalate， 我很高兴我还记得这些英文字哈。我们复习一下这些英文字 ：ultramarine、cerulean blue， 应该是 cerulean blue 哈。啊，对，没错哈，不是 cobalt blue 哈。这个是 ultramarine， 这个是惨了啊，这个这样就忘了哈。phthalo blue， phthalo blue，OK， 冷的蓝了 ，phthalo blue，ultramarine， 这个是 quinacridone rose， 很冷的红。这是 Alizarin Crimson， 这个是 Cadmium Yellow Light， 是 Medium， Cadmium Yellow Medium， Yellow Ochre， 这个是 Cadmium Red Medium， Terra Cerate， okay， 好，那我大概自己也复习了一次。这个是 Titanium White， 那这个是 Ivory Black， 应该是 Ivory Black， 好了，我再 check 一下我的记忆是不是对的。我们这个半个月呢，也相当于180天了，甚至可能超过这个，大概有200天左右，完全的静态啊，完全非常非常限制自己，不要去思考任何一个颜料程序的组合，所以再回来 brand new 啊，就是完全新的。来，我们来看我之前做了一个。这两天呢，我就开始看我自己的影片啊。当然，从 YouTube 里面我大概1100多部影片吧。好，那我挑了几部影片，我也分享到群组里面。对于影片里面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其实对我现在而言都非常的新鲜啊。因为我当时说的这些原理或者方法，好，那我们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我在分析图片里面看到了，分析图片里面也看到说我从怎么样去创造物件啊，在这里面所欠缺的东西，我们有看到肤色，我们知道色彩一致，所以我们可以用 edge， 可以用明度来把肤色非常接近的肤色，然后改变，然后呢解决这个困扰啊，就好比画人体。或者哈，深海里面的鱼啊，一片蓝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户外的风景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一片强光跟一片的色彩，它的明度的差异呢是有的，它的色彩差异也有，它的雾状区也有，所以显然它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入门的一个图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照图片的给我的讯息呢，我去分析的话，它几乎不太用到。色彩去解决，因为它有色彩，也用不到 edge， 因为它前面的这一个光跟后面的雾呢，你块状跟雾状呢，块条线是点雾，它所产生的纵深的空间也有，因此也不需要太用到 edge 去解决。那至于明度呢，你可以看到白雾状的光影的下面的这两个暗面，这个的暗面啊特别的暗，这边也特别的暗。所以呢，最暗的部分呢，跟最亮的部分呢，其实它也存在。好，我选了一张这个叫做加罗湖的一个外面的网络上的一个图片啊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忘掉以前的方式，然后来开始。如果它我还有以前的方法跟程序，那代表它已经根深蒂固的内化在我内心了。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一个开场白，让这一个影片呢能够诱导我回到原来的，或者接续到原来的位置，而有一个新的思考的一个要素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用一样用画刀，把我思考里面的这个色块呢，用画刀呢，它可以简化。
变得更干净啊，色彩变得更干净。你看，这是第很久没有挤的油啊，它就会非常多啊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很稀。好，那这个是天空的部分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灰偏绿的远山。我们知道绿色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黄跟蓝的一个混合。可是呢，这样的彩度非常高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红色，也就是冷红，一点点的 quinacridone， 好，然后变成什么灰偏绿的颜色。再来呢，一个需要鲜艳的颜色，也就是鲜艳的绿色。再来慢慢慢慢的靠近啊 ，OK， 好，鲜艳的绿色呢，你就可以，我们就因为它比较靠近啊，我们就用中性的蓝，然后慢慢越来越近呢，从冷的颜色呢到了黄，好，冷黄以后呢，开始接近了一部分的中性的黄。就是所谓的这边的颜色以及暖色的黄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调色盘几乎已经满了啊，后面的这个就留在最后面我们再去加的颜料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思考的范围呢，就其实就跟我现在用到的调色盘一样，我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说去比较我现在所说的跟我200天前所说的有什么差异。那我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，纯粹用我现在留在我身大脑里面呢，它所内化的这些想法，我们把它放进去而已。OK， 最后呢，它这边有几块黑，那我们把 Terrazzeri 加在这个下面，那待会儿呢可以混合进去到这个紫色的部分哈。各位如果晓得紫。所有的颜料啊，红、蓝、黄，啊，蓝、黄、红三个颜色，哪几个明度暗呢？当然是蓝了、跟红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加了 Terrazzeri 三个颜色呢，我们讲的原色，如果你等比例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会最灰、最暗的地方。哎，这次已经有200天没有泡到新世纪了，好。我们让它低到这个程度，开始呢，我们把天空放进来，一样哈，不要去揉到，不要去碰到其他的色彩。好，再沾一次颜，再沾一次稀释剂，啊，让它从上面流下来，啊，这个陌生的一个画法就会是这样子哈。啊，你就看到了哦，原来太久没画，它就会形成这样。好，再来第二层就是我们的树。哦，对，我们来想想中心点啊，中心点在这里啊，所以中心点在这，所以树的位置在这里啊。一样哈，我们把，因为它上面已经很多稀释剂了，所以我只要沾一点点。好。它的形是这样，所以我的笔触要跟它垂直，翻动我的笔，好，变成灰了，然后沾上绿了，饱和度变高了。这是后面的山，然后这里是它的倒影，把咖啡色加进来，一样笔触啊是垂直的，而这时候的稀释剂要稍微再多一点点，但是不能让它流动哈，哦，否则的话那个倒影呢就会占满整个水面的颜色啊。加上咖啡色，加上暗面的蓝，也就是 ultramarine， 使得这个颜色呢，它是有凹进去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阴影啊，它不再是浮在水面上，
哦，是凹陷的，因为它这个是两个山跟水面的平面之间。最后呢，是一个横向的水面哈，啊，那我这个笔就必须清干净。这时候呢，好，15分了哈，我想这一节我们先暂停，我们下一节再见。